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台中机场。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澎湖。耶、yeah! ！其实我刚才已经开场过一次。哦，真的吗？耶、yeah! ！现在非常开心呢，要去澎湖玩了。我们就是跟我们的亲戚去，然后有潘朵拉、我还有妈妈、阿姨他们，还有姨丈，还有姨丈的员工。爸爸等一下就来了，等一下就跟爸爸说拜拜。小阿姨。对，我昨天只有睡两个小时。我们等一下就要上飞机了。超快的。耶、yeah, ，到澎湖了。到了，好快，跟坐公车一样。不要等，澎湖来了。超热，真的超热，就是要跟导游走去饭店寄放行李。你的厕所？小时候有来过一次，大概两岁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印象。礼拜三用头发，一个礼拜都不能绑头发，所以我在澎湖的这几天我都不能绑头发，有够热的。现在要准备去坐船了。一楼钓鱼，二楼吃牡蛎。要回去了。再坐二十分钟的船。想要拍照，但是没有爸爸的帮忙。要来吃 barbecue。我们刚才吃完了，然后等一下回饭店，超热，一边吃一边流汗。现在是八点多，然后我们要去吃早餐。早安，早安。我们今天太晚起来了，所以没办法去吃烧饼。差不多，偶尔一个小时多一点。好，他会加一个浮潜，大致的鱼翅汤。已经感觉到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我们要坐船去东海。我觉得我的头有变细哦。Scratch that my world, little of them for one time, and I find
Hello 大家，今天是来澎湖的最后一天，今天晚上就要回台湾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等小爱他们买早餐回来，现在还在等那个烧饼，因为他排太久了，真的是辛苦小阿姨他们的。耶，终于等到烧饼了。等一下有人买两份吗？海文，我是大姨，我是小贝尔，狐狸，很丑的狐狸。跨海大桥。拉条，空拉条，拉条，啊，两条南瓜豆，拉条条。有时候还觉得待在游览车上面比较好。快来到回避山，这是我喜欢的。一定要把我这么狼狈的样子，就是造型。我们现在到都市了，耶！你吃完晚餐要去机场准备回台湾了，很快，三天过超快。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要坐飞机。机场见，机场见。拜拜，澎湖，拜拜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想拍了。